乐场啊？这里可不只是游乐场。江北原来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！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好神奇，我感觉所有的压力和烦恼全部都一扫而空了。古话说得好，珍惜眼前人。是对你太好了呀，思辰，我要是每天都一看到这样的风景就好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经常带你来。不行，灵感这种东西，就是偶尔的刺激它一下才有用。就比如说现在。